们的山车距离肯定是要比普通的汽车要短一些的哈。只要正确的使用后刹和前刹共同来做这个紧急刹车，我们刹车距离应该是可以。刚刚已经可以感受到了，啊，明显的是比我的200cc 的刹车距离要好很多。就是我以那个速度的话，刚刚以80那个速度，我感觉我不敢，用那么近的距离去而不刹车啊。但是我们这种摩托车是可以做的，600cc 可以做的，它的刹车距离会更短。所以你可以保持更高的速度来以更晚的时间来刹车啊，刹车点会可以后移啊。看这些起起伏伏，这些东西对摩托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汽车的影响不大，但摩托车明显会起跳，你稍微速度快一点。这个准时赶回来了，没有淋到雨。先回程一段呢，我们就录到这里了啊，拜拜。